所做些什么事情，我一直还在调整，因为我希望找出一个对妈妈最好的模式。那我一开始去呢，我是帮妈妈去做，你可以看一下吗？我觉得我放一个过来，那我们看在她胸部呢。你要看着晴雨的镜头，嗯，不要看我们这两个。看他的脸，不是看镜头。哦，看他的脸，嗯，哦，看他的脸。对。看他脸，发现他很耐看。为什么不是看镜头？他在访谈上，感觉上他是跟着人对话。哦，对，哦，是这样。所以我们镜头都会有点侧的原因在这里。这样姐，真的，你这个镜头真的很好看呢。你的景深，你的景深全部出来，比我们都还好。因为你正的话就很呆板，对，那个背景很呆板。不是说我的，我说我的脸，脸不会，嗯。一般的这些住民，他们都是可以吞咽，没有正常的吞咽功能。那他们如果是用了鼻胃管的话，他们是没有胃饭。那这一点，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，我没有看到他们对用鼻胃管的去喂饭。那我是有担心的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我是在我妈妈这个中风以后，这个跟着做这些复健，吞咽的复健，所以我知道要怎么样注意一些细节，我知道我有这个把握，但是假手于人我是担心的，所以我到那边我是给他吃一些水果啊，或喂一些那个喂一些晚餐啊。丑，盒子不用拿了，但是那个还要，给你把盒子的东西里面拿出来。
哦，那错，这样还好吗？这样好吗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吗？马马虎，马马虎，这不太好看，不好看，再打，真的破坏画面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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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帮你摆，我帮你摆好一点，因为这很乱，那个画面不太好。大家说完了，可是你要你问的话，因为你是先看你的镜头，要不然你眼睛会不一样。跟着你，他就跟了耳机。这他会照着找，可能你要用主题，你要把它处理好，看长点。这个应该照不到吧？照到。跟那本书要放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样比较好。离开一点，够得到吗 ？OK， 够得到，要不然，好，好吧，不好看。好，刚刚还没讲完。你刚刚讲完，还没讲。坐哪边？我有点忘记了。对，江姐知道。五四三二，就是说你问我在养护所都做些什么事儿？看一下，哎，你可以不要讲过。你问我，我说对你不要说你问我，你就说，你就我 在,、我在养护所做妈妈都帮忙做些什么。刚才问你，你不要每次都说你问我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需要。五四三二，通常在养护所做些我在养护所做的事儿呢，一直都在思考。怎么样是一个最好的方式？那之前呢，我是着重在我妈妈的必须呢，就是她很多事情，比如说复健不是只有在医院的时候那短短的一个钟头的复健。那我们回到那个复健老师就说了，你在那边只是告诉你怎么做。实际上做是要回到家里，回到养护所，实际上去帮他做复健，那个才是真正有效用的。那实际上你一个礼拜你能来多久？那个是没有太大功用的。所以我的时间都花在怎么样让我妈妈多一点的运动这部分。那。所以我在都做一些复健啊，跟他做这个喂饭啊，给他吃水果啊，这方面。那可是我最近想到说，因为复健我知道很困难，所以我就想到我去帮他泡手泡脚。最近我又增加了敷脸让他这个脸部的肌肉可以比较好一点，因为我发现我喂饭的时候喂他就不吃了，我发现是这个肌肉太僵硬了，所以我给他敷脸，用热毛巾敷脸。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怎么样是对我妈妈最好的。那最近呢，我想到说，哎，我是不是给他一些精神上面的，而不是在吃的照顾他的身体这部分。所以我昨天我带了这个就是陶笛，我带到那里去吹给他听。那我在想我吹些什么呢？之前我在家里也是我之前去那个二手店去买了这样一本书，是一个现在现年90岁的一个女士，她录制的，叫邱七七，她录制的这样一个有声书，里面有很多歌，都是我妈妈那个时代的歌曲。那我就吹这个给她听。那今天呢？那因为这个陶笛它的音域有限，因为它你看它只有这几个洞口，只有6个孔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又带了这个我的箫，我今天带了我的箫去吹给他听。那今天特别的就是
我今天去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住民来告诉我说他认识这个女士，邱青青女士，今天联络上了。那我买的时候没有这个，没有碟子，今天联络上了，他说他要送给我他的碟子。这就是邱青青女士，邱青青女士，那时候她七十几岁，现在90岁。那我就觉得非常高兴。我觉得我妈也蛮高兴，我就普通的跟她讲。